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97面。597面，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，啊，第三行，至于未已作，会有心除，啊，从这儿看。净严疏里面有简单的注解，啊，净严疏舍云：真结法中，明慧心处，啊，智慧。由心出生，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了，啊，就是真解法中，真解发自于中心，它不是在外面，啊，这个叫慧心处。盖为真实明悟啊，发于自心，名为慧有心处啊。这是为我们说明，真实智慧呀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凡是从外面来的，现在人称它叫知识，这是正确的。不是智慧，智慧一定啊发自于内心啊，外面可以做助缘，外面决定不能帮助你生智慧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。如果外缘能帮助我们生智慧，我们就不必这么麻烦了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能不能帮我们生智慧？诸佛菩萨在外不在内，所以他不能啊，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福报可以给我们享，我们享他的福，阿弥陀佛的智慧没法子给我们，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求。自己向哪里求呢？向内求，不是向外求啊。诸佛如来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无非都是说出诸法实相啊。这个种的说法，我们了解一切法的真相，就自然能把外缘放下。只要把外缘放下了，我们自心就起作用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心里头障碍没有了，障碍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佛把它分为两大类。
第一类呢叫烦恼障，第二类叫所知障。第一类来自我们对于物欲的贪恋贪爱，是从这儿来的，烦恼障从这儿来的。第二类呢是我们的这个对于知识的渴求，所造成的，称为所知障，就是对知识的欲望，第一种是对物质生活的欲望，第二种是对渴求知识的欲望，求知欲。所以，总而言之啊，所有的烦恼都是从欲望生的。欲望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欲望，欲望生自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里面有这个东西，真心里头没有。真心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自己真心本来具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就说过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一样都不缺。所以从自心里面去求，这是正法。从外面求呢，那是邪法，不是正法。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心外无法，这说得多清楚啊。所有一切法都是心现的，识变的，所以法外无心。心在哪里？心在万法，它已经变成法相了，这个相已经起作用了。那么这是真心。里面含有邪思、邪念、邪知、邪见，所以它变质了。变成烦恼，变成妄想，变成分别。凡是境界里面的东西，就像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在这个柱子前面读过，古大德有一句话讲得真好啊，叫不断之无，前面我们念过，确确实实是无，但是这个无啊，它不间断。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
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产生很大的误会，以为它有。不知道它是无，不知道它是空。这个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啊。又往昔无量寿经超越以往即断的真理或证，彼能证之，不由他生的，必有心处。这话说得好啊！一是烦恼，贪嗔痴慢疑。烦恼分为五大类，以往断尽。这个五大类烦恼，一是最后的。那一要是断尽了，前面全都断尽了。前面没有断，一决定不会断。所以世尊教学。宗旨就针对这一个问题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生信，转迷为悟，都在这一字上下功夫，不疑了，你就相信了。这个心叫真心，我们现在这个心不真，为什么不真呢？知道做不到，不是做不到，里头有疑。如果一丝毫疑情都没有了，你肯定100%做到。这也是检验我们自己修行功夫的一个标准，那就是看我们没有100%的做到，要相信自己的一根没有拔掉啊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，就是跟信德不相应的事情，贪嗔痴慢也都是标准。为什么还有贪心？为什么还会吝啬？为什么还有嗔恚，还有怨恨？为什么还会有傲慢？全都与疑有密切关联。于是我们才能看出佛陀教学的善巧。教学的方手法的高明。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。真正明白道理，这个智慧呀，发于自心的，你自心本有的智慧，
这个说明就是与知识不相干，不是知识，是智慧。知识是外来的，智慧是自心所生的。但是外面可以帮助里面，换一句话是能够诱发诱导啊，开发我们自心的智慧。佛是用这种方法了。那我们学的人要会学啊，什么叫会呢？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用真诚心去学。真诚里头有没有意义？没有啊，有意义就不真诚了。印祖讲得好啊，一分真诚得一分利益，十分真诚得十分利益，百分真诚你就得百分利益，万分真诚你就得圆满的利益。所以真诚里头决定不夹杂疑惑，那么由此可知真诚心能够出现，还是要断疑啊！啊，学经教的目的也就在此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经教学？为了让众生逐渐逐渐明白诸法实相，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真诚心就现前了。为什么呢？疑惑没有了，就障碍没有了。啊，疑惑没有了，肯定贪嗔痴慢也都没有了，哎，因为它有连带关系啊，一是根呢。啊，往昔无量寿经超越，以往即断，设理或证。设理是心性的，设理或证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必能证知。啊，这是讲能证的那个智慧，不由他生，必有心处。能证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在阿赖耶里面讲四分，这一句就是证自证分。自证分是实理，就是自信。你怎么知道有个这些自信啊？这个智慧叫证自证分。我们再用一个佛语，佛教的一个术语来说，证自证分
就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，它不是外来的。这个智慧现前，我们是被烦恼搅乱了，它变质了。无量的智慧也，它变成无量的烦恼了。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它搞乱了。如果离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它就恢复正常了。正常就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，佛法里也叫它做佛性。佛是觉，自性里头这一部分是觉，觉而不迷叫佛性。法性讲得大，法性里头包括佛性。佛性能证法性，法性是自证分，佛性是证自证分。我们精神现象是见分，物质现象是相分，阿赖耶的四分呢。这把阿赖耶就讲圆满了，四分搞清楚了，诸法实相就明白了，明白之后再也不执着了。不但对相分不执着，见分也不执着了。相分不执着是《金刚经》上的破四相，见分不执着了是破四见。《金刚经》后半部讲：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四见破了，四见破了是法身菩萨，四相破了是小果圣人，都算是有成就了。无量寿经钞这里面一段文，念老有解释，改为先以永断，先是先好，一丝毫的疑惑都永远断了，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没有障碍了，朗然大悟。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，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，自自然然大彻大悟。让我们想到当年慧能大师在世，夜晚在五祖方丈时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慧能大师对五祖的心态万分沉浸。真的是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。五祖用《金刚经》，因为《金刚经》跟他有缘，过去世中生生世世都学习《金刚经》，缘很深。
用这个来挑逗他，果然有效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豁然大悟。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立刻现前了。般若现前，那就是照见。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照见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真正看到现象，现象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不断之物，妙不可言的。他一个念头一个念头，确实是不间断的，但是每个念头都空寂，都无所有，念念无所有，念念毕竟空，念念不可得。从根本知，起作用就是厚德智。厚德智所显现的无量无尽的善巧方便，五祖将衣钵马上传给他了，他就是宗门第六代祖了。这个表演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。让我们真正看到觉悟的诀窍。他怎么觉悟的？五祖用的方法巧妙，慧能大师也真会。会看会听呢，所以他是会觉悟啊。得一成道啊，能证此一成道之智，必从自心处，绝不从他处生也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想明心见性，想见性成佛，这个智慧是一定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，决定不是外来。如果是外来的，我们就不必修了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他能给我们，我们真能得到，不是这样的。一定要你自发，自动自发，什么人都帮不上忙。受方诸佛到你面前也束手无策，只有你自己自动把疑情放下，不再怀疑了。疑情真正放下，那些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了，他们就会起作用了。他用方便智来逗你，来启发你。
啊，像开保险柜一样，号码一对了，门一拉就开了，这对上了。啊，迷在自己，不在外面。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对我们自己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从此之后不再心外求法了。下面会说曰：断除以往，则智慧自生。啊，由心者，无私智，自然智，而不由他物。无私智是没有老师，自然智连起心动念也没有啊。啊，无量无边的智慧也，自然就生起来了。啊，所以不由他生，故云会由心生，于不由他物啊。上至三处可以互参。啊，上面三种注解。啊，净严素，往昔的抄。啊，跟慧素这三种。啊，我们可以合起来看。总之，则为朗然大悟，正如实相啊，总是综合。啊，看看三位祖师所说的，你把它合起来看，无私之、自然之等等妙之。凭然其心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凭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自然一起现前了，这起作用了啊，物有自心，非从外得。啊，在这里又提醒我们，是自己，所以你自己本来是佛。本来不是佛，你怎么能成得了佛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你本来是佛，所以非从外得。从门入者不是家珍，从门入者从外面来的呀。啊，家珍是自家的珍宝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是家珍。自家本有的，不从外得了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曰：“密在如边。”这一句话是《坛经》上的。是慧明。大师，你在坛经上看到他有简单的介绍，没出家之前他是四品将军，
他是个武官，四品阶级相当高了。如果我们用今天这个军阶来看，一品是四星上将，二品是三星上将，三品是中将，四品是少将。这就是看出慧明法师。他在世俗是将军慧能大师得了一钵，半夜逃走了。寺庙所有的人分到四面八方去追，去找他，想把一钵拿回来。慧明遇到了。别人没追到，他追到了。六祖在这个时候没法子啊，保性命要紧啊，这衣钵就放在外面，大路旁边放在石头上，他就躲藏起来了。慧明追到了，看到人不在，衣钵在。去拿这个衣钵，他提不动。就想想四品将军，这个衣钵这个包袱拿不动，他马上就觉悟了，立刻就改变心态，求慧能大师出来，我不是为衣钵来的，我是为求法来的，马上就改变态度。能大师听了这句话，真的就出来了，这就坐在石头上。慧明法师就跟他礼拜，向他求法。能大师跟他一说，他真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就问能大师，还有没有秘密？慧能大师回他一句。密在汝边，密不在外，在你自己。就说这句话，密在汝边呢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这个密就是前面讲的诸佛密藏啊。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，悟则明显不从他得。以佛法这个一般来讲，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都在你自己心里头，不在外面。你向你自心去求，就通通能发现；你到外面去求，怎么求也求不到。外面求是求的知识。今天我们讲佛教知识、佛学知识，与你自性毫不相关呐。故云：“得一成道，不由他物。”这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相信你。本来是佛，我们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你要求学，一定要肯定自己本心本善，本善是本善就是圣贤。佛说你本来是佛，要用佛这个话套他的话来说，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你本来是圣人，
你本来是仙人。啊，圣贤在哪里？是你自己啊，不是别人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凡夫，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我们自己不要圣贤了。啊，佛说我们本来是佛，我们现在不想去做佛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真的，一切法有心相生。说法界心相生，六道心相生，三途也是心相生，佛菩萨也是心相生，极乐华藏还是心相生。你心想什么，它就生什么。你记住，所设这一切现象，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华藏世界，包括阿鼻地狱，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。是什么呢？不断之物。这个话说的有意思啊。不断之物啊。相续之空。跟不断之物一个意思，或者是相续之有，又是假象啊，这三句话是同一个意思。那么你在这个现象里头，你成佛了。在这个现象里头没有拘束了，你得大自在了。所有现象呢，你可以尽情去欣赏，你绝对不会起个念头说我要占有它，我要控制它，不可能有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妄念，它是空，它是无，你怎么能占有？有是相续之有，不是真的有啊！你肯定不能占有的，所以你得大自在呀！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你一定要懂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明白了，你就解脱了，你就悟入了。啊，你怎么悟入的？还是用你自信的智慧，不是外面来的。啊，只有自信真知才能够悟入。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接着看下面。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品，念老在前面为我们介绍本品续前啊，这一品的内容接着前面来的啊，同名啊，同是跟前面完全相同，还都是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自利利他之妙德菩萨功德了，说不尽了。经文分了三大段，第一大段呢，先以喻名
佛先说比喻。第二呢，明真实功德。第三呢，蒙佛赞叹。极乐世界的菩萨确实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赞叹。为什么？真实智慧。不是真实智慧，你怎么能选择这一个修学的道场？你怎么会选择阿弥陀佛做老师？换一句话说，你选对了学校，你选对了老师，这不是运气，不是偶然，是什么？真实智慧，真实功德。这一生没做什么功德，过去生生世世肯定做了大功德。要不然哪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？纵然这一生造作了很多罪业，没关系。那是什么？一时迷惑。现在明白了。现在明白跟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就连上了，你遇到这个法门才能生起欢喜心，才真心真正能理解，真想往生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你就非常有可能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这部经，这部注解，对你会产生很大的助缘，帮助你了你的心愿呢。请看经文，其志宏深，譬如巨海。菩提高广，欲如须弥，像须弥山一样，自身微光超于日月，其心洁白，犹如雪山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给我们讲妙德之体众多啊，殊胜啊。这第二段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悉诸尘垢，直胜如火，少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。这第二段是讲德用，你看，第一段是讲德之体，都是用比喻说；第二段是讲其用。下面第三段是利他，发音雷震。觉为觉故，欲甘露法，运众生故，况若虚空大慈等故，如净莲花历然无故，如拘泥树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破邪之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。
这一段是讲教化众生的大德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第一，这是第一大段，乃以诸欲，欲极乐菩萨二力之德行。前面两段是自利，末后一段是利他，啊，所以是二力德行呐。手以大海，欲菩萨了智慧之宏深。啊，用大海来做比喻。其智宏深呢，譬如巨海，就这两句。啊，手以大海，与菩萨智慧之宏深，宏即广大，如华严云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。这一句经文，后来祖师大德把它放在三皈依里头。啊，我们早晚念三皈依，这是最简单的早晚口。啊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。啊，这是第二个，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啊，变到三皈里头去了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，特别是念佛往生道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这人有智慧吗？没智慧。为什么没智慧？他现前没智慧。过去有没有智慧？你不能说他过去没智慧。将来有没有智慧？圣道极乐世界智慧就现前，为什么？障碍没有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都是事实。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乃至于出生，乃至于恶鬼，乃至于地狱，啊，地狱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？有啊，恶鬼道也有啊。现在好像我都听人家有好多人告诉我，鬼畜生往生的比人多，啊，人往生的这个数量比不上恶鬼畜生，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细细想想啊，挺有道理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凭什么？过去生中所修的。啊，这一生生在三途。经上有比喻说，富贵学道难，富贵人生活太忧郁了，不想学道啊，但留念现前的生活。第二个是贫穷学道难，三餐饭都吃不饱，
哪有心去学佛？啊，我们就特别用后头这个例子。啊，三卧道就像贫穷的人啊，他太苦了，他还有什么心思去学佛？那么他在佛法上得的受用，全是过去在人间修的，修得不错。临命终时，一个错误的念头，堕三途。啊，修得很好啊！临终的时候，贪欲没断掉，卧轨道去了。啊，如果临终还有别人跟他过不去，他还有怨恨，哎呀，我还没报复他。这个念头一起呢，地狱道去了。临终的时候迷惑，是非真妄不能辨别，畜生道去了。所以，是真修行人，还真有一点功夫，临命终时一个念头错了，都想我到，可不可能？大有可能呐、啊！不是一个两个，太多了。啊，早年李老师告诉我们，他拿一台中联社为例子，一万个念佛的同学，真正往生只有三个五个。那大多数人到哪里去呢？都到三恶道去了，临终一念差错。这个临终一念差错是非常容易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，就怕临命终时自己保不住。啊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现前把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临命终时不一定得寿命终了，你念到功夫成片，自然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这叫真有把握，真正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何者往生？不是死了往生。啊，还有寿命不要了。我们这个念头一生，寿命不要了，阿弥陀佛就知道。阿弥陀佛就来跟我们约定时间，来带我们走。你说多自在？这样的人有啊，不是没有。啊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了，听到就更多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，只要我们一口气没断，这个机会我们就有。啊，一口气没来啊，我们的机会就失掉了，随业流转了。啊，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。啊，在世间，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通通不重要。这是假象，时间很短暂，你死了之后一样都带不去。啊，真正警觉到
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有能力，还有一点力量，尽心尽力，帮助正法救助，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无量功德。我在日本遇到一个同修，很发心啊，年岁不大，大概50左右的样子，他发心用自己的财力去刻大藏经啊，刻石头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我们在北京房山看到了古人所刻的一套完整的大藏经，用了多少时间呢？800年，不是80年。世世代代啊，好多代啊，接着干这门事情啊，啊，花多少钱？啊，为什么？为正法救助，怕将来灾难来的时候，这经教会失掉。啊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如果一个大地震，这套经不就完全毁掉了？啊，末法时期之后，除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门路还行，还能办得到，其他各宗各派啊是好，你修不成功啊，通通要断烦恼，你能断得了吗？佛早就看清楚了，告诉我们，末法时期只有净土成就，除净土之外都不可能。所以我就劝他，不必刻全部大藏经，在大藏经里面挑个10种、20种，啊，或者30种，大量流通。啊，我刻这个10经不能在一个地方，我最好能找10个地方、20个地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至于完全毁掉，总会有几个地方留在。这样子好啊，这个才能安全呢。啊，还有个方法呢，现在印刷术发达，印书成本很低，大量翻印。啊，我这一部经印10万本，分藏在全世界各个地方。啊，有些地方有灾难，有些地方没有灾难，不就留下去了吗？这是个好方法了。中国古代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，啊，经要手抄啊。是，那个真不容易啊。啊，现在印刷术这样发达，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便利。啊，花那么多的钱去造这个10经，不如拿那个钱来印大藏经。啊，他那笔钱拿出来，我想印大藏经
至少可以印一万套啊。分一万个地方去收藏啊，真正许佛慧命的 在供养上供养真正研教的人啊，不是研究大藏经的，学经教的，你给他们用啊，他放在经橱里头一辈子都不会打开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放给真正读诵研究，这个就管用。啊，所以如其在寺院里面供奉这一套大藏经，不如在大学啊，文学系或者是哲学系，他们研究经教的放在他们图书馆会起作用。我们要发这个心啊！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一定要向三皈依真正发心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要帮助众生学习经教。现在学习的人少了，讲解的人也少了。呈现起，科学技术还在。我们用卫星、用网络、用光碟来流通。如果万一真有一天，像美国拍的电影片《2010》那样的，那整个科学技术就毁掉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电了，所有这些电器用品都变成废物了。到那个时候什么东西管用呢？书本管用。今天年轻的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学习呀。你学习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传法，把世尊的法世世代代传下去，不至于断绝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了。学不要学多，学多能力做不到，学艺不精，一生学艺不精。讲一部经，教一部经，一部经学好了，智慧开了，触类旁通，你再学个几部经，学十部经，传十个人，一个人一部经。每一个人再传十个人，就有一百人了。这个方法几千年来世代相传呢，都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可靠啊！要很努力。今天我们已经懂得这个方诀窍了，诀窍是放下。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世界上人多，各行各业很多。我们只选一行传承，
古圣先贤传承佛菩萨这一行。啊，这一行做好了，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。那么要做这个事业，先要成就自己。自己不成就，这个愿是虚愿，不能兑现的。啊，自己成就了，就能实现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句：即以须弥，譬菩萨，菩提之高妙啊！啊，这第二句啊，菩提高广啊，欲如须弥。须弥是山呐、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小世界的中心。是须弥山啊，须弥山高，须弥山妙，须弥山在哪里呢？过去确确实实有不少人认为地球上第一高山喜马拉雅山，认为那就是地球上的须弥山。可是跟佛经上所说的呢又不一样。佛经里面讲须弥山的四周，这个周围是四大洲。我们是在东方，须弥山的东方，印度在南方，那北方呢？北方是西藏，是新疆。佛说须弥山北面是白居罗洲，那里的人福报很大，一切受用都是自然，寿命1000岁啊，短命的很少很少，几乎看不见。那我们看看西藏人，看看这个新疆人，没有活1000岁的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。啊，于是我们对于这个说法就产生怀疑。啊，现在科学发达了，佛说日月绕着须弥山的腰围绕，所以我认识黄念祖老居士之后，他在生前，我每年大概都会有3次碰头啊，他出来不方便的，我们进去比较方便，一年至少有3次到北京去看他老人家啊，我们谈得非常投缘，因为弘扬无量寿经呢，用夏老这个汇集本，在海外就是我一个，在国内也就他一个啊，那我们两个碰头就特别有缘分。讨论到须弥山问题，他告诉我，须弥山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银河系的中心啊，银河系的中心确实是妙是高，这个诸位说如果在太空
你看这个星系图，你能看出来，银河系像一个盘子一样，像吃东西盘子一样圆形的，当中确实高出来，旁边就慢慢低下去，高啊，它妙，妙它的能量特别大，它是个黑洞。叫科学名词叫黑洞，有巨大的能量，连光都逃不出去，就是光都被它吸收进去，就这么大能量。那玛雅的预言呢？讲明年2012，明年有个特殊的天象，就是。银河的中心，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，这样排成一条直线呢，有麻烦，因为它的能量太大，在想象当中呢，会引发太阳风暴。太阳风暴，中国古代称为太阳黑子。这是在汉朝时候就被人发现了，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。它的周期性是11年，每11年有一次大爆发。那么这次刚刚好碰到这个银河对齐，就怕它引起。大的风暴，引起大风暴就威胁到地球。最小的威胁是把地球放射在太空，这些卫星会全部毁掉。那这个威胁对地球上的居民还不至于造成麻烦。顶多说通信没有了，对于航空有影响，有很大影响，对于航海影响比较小一点，不能说没有，最怕的是这个太阳风暴，它有种抛射物把太阳里面的东西抛出来丢出来，这个你丢出来要到丢到地球，那个麻烦就可大了，那会引起地球上巨大的灾难。现在大家担心这个，可不可能发生呢？科学界里面的人，他们的看法，一半认为非常有可能，另一半认为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影响肯定有，不至于很严重。这是科学家的看法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。所以有人讲明年这个太阳、银河对齐是明年。12月吧，这所谓说它是地球的末日，末日我们佛教不赞成，佛法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，照中国古人的记载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，正法过去了，相法过去了，末法10000年呢，才过去1000年。我们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的第38年，后面的日子还长了，哪有什么末法？
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早年我请教过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末法时代灾难是有，但是不会是末日。啊，佛在经上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地球不会毁灭，地球会存在。啊，地球上的灾难肯定有。啊，遇到灾难的人呢，当然也肯定有。啊，地球不会毁灭，中国不会毁灭，我们要有信心。啊，中国为什么不会毁灭呢？你细心去观察。中国最近5000年来，这个族群，过去的老祖宗，他们做些什么事情，你就明白了。老祖宗积德了，5000年来，他们自己行，履行仁义道德。教育后代也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这种教育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呢。中国这个族群什么起家了？仁义道德起家了。虽然最近150年，我们把伦理道德疏忽了，丢掉了，遭受这么大的困难，绝不会忘过。啊，这祖宗的德行，啊，祖宗在保佑啊。这是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家庭，伦理道德起家。啊，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族群呢。我这一次到日本去讲经，啊，我就告诉日本的朋友，日本跟中国是一家人呐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日本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我到日本去就感到回到中国古时代啊，他们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到现在没有改变呢，这个真是令人尊敬啊。啊，这次我到日本讲经地方是乡下啊，在冈山县真田市啊，有个小镇。啊，我过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就在真田，在这个冈山县开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去过2次。啊，那一边有个华侨，中国大陆人，很发心。虔诚的佛教徒建了一个小道场啊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净宗学会啊，日本冈山净宗学会啊，这次讲经就在这个净宗学会，人民淳朴，没有贪心的啊。赵居士告诉我，他们全家出去旅行2个星期，他那个店门关到了，没有上锁，一推就进去了。我听了都呆了，这个时代还会有这种情形在？所谓是夜不闭户，
路不拾遗。这次我第三次住冈山，真如此。所以日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比中国容易。人民非常淳朴，非常厚道。我们去的时候看我们像一家人一样，尊重啊。所以我告诉他，中日是一家，要相亲相爱，要互助合作。他们遭这个这么大的灾难，就问我有没有是用什么方法救。我是用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全是中国文化。我告诉他们，今天救日本只有一个人，他问我是哪一个，我说日本天皇。天皇在人民心目当中是最最值得尊敬的人。如果天皇出来推动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一定成功，真的能救日本，给全世界做一个和谐示范的榜样，无量功德，是好事情啊。这一次去很难得，也是灾难引起的。他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邀请我，再加上他们的佛教会水谷新政长老，这跟我也是老朋友，他今年也83岁了。日本我去过7次，所以老朋友很多。这一次去讲经，我一个人也没通知。我只是写了两封信，感谢鸠山首相跟水谷新政长老，他们的邀请，我们对日本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这一次去，他们还告诉我，日本民间有个传说，他们第一个天皇是什么人呢？秦始皇派徐福带了500童男、500童女到海上去求神仙，一去没回头，就到了日本了。第一任天王就是徐福。我说：“那我们是一家人呐。”他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情，中国历史有记载，有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了。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日本兴旺起来的时候，也能够带动中国，也能够带动台湾，好事情。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做得成功。那么这是用须弥山来做比喻，菩提就是智慧，菩提特别是智慧。前面讲智，这个地方菩提还是讲智，智慧，大如巨海，高像须弥，都是赞叹智慧。你看，智慧摆在第一，只有真实智慧呀，能解决问题。只有真实智慧能帮助你证
无上的佛果。这个地方也简单给我们介绍须弥山，这是念老介绍的。须弥山乃一世界之中心，以为妙高山，乃一个世界的中心。慧林应义曰：“唐云妙高山。”唐朝翻译的时候，把它翻成妙高。四宝所成，故云故曰妙啊。除过众山，越高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高的山。或云妙光山，因四色宝光明过亿照世故。宝放光，所以也称为妙光。又云安明山，这个名称比较少见，念老在此地通通给我们举出来了。明居妙光的意思，富含清净无垢意。安呢是定也，不动也。故宋义云：“坚固不动啊，如须弥山。”经论上有这么多种的翻译说法。经以此为喻的，以须弥的四宝所成，表菩萨之菩提，乃万德之所庄严。山之妙高，喻此菩提，更无有上啊！山之妙光，喻其慧光，常照世间。山之安明，安闲妙定，如如不动。明欲洁净，如宝无垢。微光，微光，微德之光，此光即智慧之光。这个微光，用现在科学的名词叫磁场。说磁场，大家都知道。微光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讲的磁场，这些经论著述，都是为我们显示须弥山的意义。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，我们对须弥山呢有个粗浅的概念。它是表智慧，在此地是表法，表智慧，表智慧的体，表智慧的相，表智慧的作用。下面看位移，这就是康僧铠的译本。他译作慧光明净，超于日月。慧疏就是位移的注解里头的一种。超于日月者，日月有亏有盈，慧光不染。日月呢有出有没，慧光常明。日月不照心内，慧光能照。日月不周，
慧光周遍故，这个周是周遍。故云，自身微光啊，超于日月。那我们念到这个地方，总结里是最重要的意思。智慧光是自己内心流出来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这个意思非常重要。啊，所以称为自身微光啊，日月的能量太大了，地球如果没有太阳，地球上的所有一切生物就不能够生存。啊，所以阳光给予地球上的生命啊，啊，阳光是一种能量，所有一切众生生命的源源。但是我们自身是有光，比阳光还要殊胜。可是现在这个光呢，发不出来。这个光变质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无明。光本来是明的，现在不明了。啊，照的作用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我们自心里头有了障碍。自心的障碍，障碍住自身的微光。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法由心相生。外面的日月是心相生，自身的微光也是心相生的。心想不可思议啊，没有心想的时候，智慧德能，光是属于德能里头的，相好。他不起形象，啊，没有形象，但是他有体，他有用，体不生不灭，遇到缘，他能现象。啊，自信的性体在净中称为常寂光。啊，净中有四图啊，第一个常寂光图，常寂光它是自信。啊，自信里头没有现象。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这三种现象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。他全没有啊，但是这三种现象自信通通能现啊，他现要有缘，缘是什么？众生之感，只要众生有感，自信他自然就有反应，这个反应
就会现这三种现象。啊，现自然现象，能量。啊，现精神现象，信息，现物质现象。啊，自然能现。所以从能现不能说它无，从空寂不能说它有，这是说自性的。啊，性体是共同的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以它为体，都是它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说得好，能生能现啊，阿赖耶能变我们看地藏菩萨经地藏本愿经的注解，古注很少，只有一种。啊，前清林承福法师他注的，叫科注。啊，我们过去学地藏经、讲地藏经，都是依这个注解。啊，这个注解在五重玄义里面，标题标得好啊！啊，他用性实这样的字样，这是我们看古注里头很少有这种字样。啊，地藏经科注它用心识，心是自性，识是阿赖耶，性能生能现，识能变，它讲圆满了。啊，科注以天台大师五重玄义，这五个课题都用了现实。啊，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题，我们很赞叹了，很欢喜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佛的教诲，教诲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本来是佛，告诉我们智慧德相是自性本有的。我们真的相信，真的接受，对外那一种希求的念头啊就断了，不会再想啊向外去求了，向外求不到，向外求的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求智慧一定向内求，所以佛的经典叫内典，说明佛所说的是自性流露的，不是知识。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广修多闻而来的。啊，他全是自性流露。佛陀很难得，确确实实他向外求法用了12年的时间，
但是十二年所求的呢，最后他放下了。哎，在菩提下，菩提树下入定的，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，也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如果所学的不肯放下，就变成所知障。障碍他入定，障碍他开智慧，障碍他明心见性。所以他必须做这一种事情，给我们看呐。告诉我们，真正要想明心见性。真正要想般若智慧现前，一定要向内求。啊，向外，你的方向错了，你的路走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视线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再加上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示现的身份是樵夫，是靠劳力生活的人，生活非常清苦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。啊，可是他有智慧。智慧从哪里？从内心来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外面他们有涉猎过。除了早年啊，每一天到野外去砍柴，啊，卖柴，得了一点钱，去买一点米，买一点菜，回家去供养他老母亲。他没有学过。啊，事出世间都没有涉猎过，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？为什么有那样的辩才？啊，这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自心来的。师尊跟六祖两个人的视线，我们可以合起来看。可以把它融会贯通啊。渐渐我们就能体会到。啊，圣贤人他们所用的方法，他真有效啊，帮助我们启发智慧。啊，智慧是自信的有，我们今天智慧失掉了，是心里面生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把智慧变成烦恼，把智慧变成所知障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通通放下，烦恼就不见了，
智慧就现前了。所以你说要不要学？不需要啊。啊，不需要，要真放下。那真的放不下呢，那还是要学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劝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学习。那个地方学习环境好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老师好，同学好，啊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世尊告诉我们，那你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啊，我们参加诸善上人的聚会，自己也就成了上善之人。啊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，是去上学去的，啊，参加培训班去的。我们去干什么？一定要清楚，要明白。那个培训出来，毕业之后就做佛了。啊，是成佛的培训班，保证成佛。这下面给我们介绍雪山，啊，说雪山呢，就是大雪山，南瞻部洲此山特高，冬夏积雪，故名雪山。雪山洁白，以喻戒德与定境。啊，金星云：定境满德了，如雪山也。啊，那么这叫许许多多祖师大德，都把它看作是喜马拉雅山。啊，这个大雪山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一段，我们下午继续再学习。